你是见习新兵吧？我正要找你呢，让我瞧瞧。出身背景审查通过，体质检很好，只要完成最关键的试炼，你就能成为一名游骑兵了。不过你得先去哈克教官那里挑选趁手的武器，可不能让你在试炼中赤手空拳地面对巨兽。让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哈克阁下游骑李正。新兵，听说你即将参加游骑兵试，不过在我看来你还远没有准备好。想好重剑、长枪、弓箭，一个优秀的游骑兵可以熟。我命令你选择你要使用的武器，然后向我回报。挑选好武器了吗？记住，手中的武器是你光说不练假把式。拿起你的武器，训练要开始了。表现不错，有点游骑兵的样子了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现在去找军需商人。请跟我这边走，我们去军需商和锻造大师那里吧。哦，看您这飒爽的英姿，在下霍伯特·马洛，是一马洛先生是本地最著名的。哦，没错没错，我相信。小鬼，游骑兵的装备你可没那么容易拿到手。啊，忘了跟您介绍，这位是游骑兵锻造。小鬼，想我要看看打造新兵。听着，路上小心点儿。尼尔，祝您好运，获得了足够的材料后再回来找我们吧。
你是即将接受试炼，我的职责是发布进入荒野中的各荒野，是我们人类因为栖居在其中的野兽，只有全副武装的战士可以进入荒野。了解了，不过我会随你一同前往。让一介，请放心，有我在，你不会出事的。我们出发吧。您平安回来了，接下来我能听见你在说什么，臭小子。我小鬼，接下看上去不错。一般的材料，至于强通过战，夏妮小姐一定在。那位大人可不好动。小鬼，我相信您一定可以通过试炼的。我期待着与您在未来的合作。你就是我的新主人吗？你的样子可真不赖。哼，在我这位是游骑兵战士伊迪斯。你说谁是小姑娘？可不要小瞧伊迪斯哦，她是。闲话扯得差不多，以祝你成功，请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啊，真是磨蹭。还没有见过巨兽，拜他们所赐，游骑兵狩猎巨兽，所以你需要再去向卡桑德拉申请进入荒野吧。战斗中机灵点。
虽然是个菜鸟，好在不算太笨。没错，获得猎魂的你，大导师正在总部等着，誓言要塞，我会送你，先去给你找一匹战马吧。臣，你知道吗？只是面对，不过在骑上你的坐骑，跟紧我，别掉队哦。沿着这条路继续向前，就能进入阿瓦隆王。一般的只有像游，准备好了吗？你即将步入的可是截然不同的世界。